昨日这天上打了一个雷，这近几年呢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大的雷声，连乾清门的电瓦都被震碎了几块，而且把太和殿的日晷都给震裂了。朕这心里面不踏实啊，查了查天象书，朕在上面查到了两句话。这第一句话是关于这雷的，说这冬日雷遍地贼，这写的还是挺准的呀。各位爱卿，这御膳算不算贼？金殿燕鸟验出来的十大恶臣算不算贼？还有这第二句话是说雷打冬，十个牛栏九个空，御膳和十大恶臣已经下狱了，这罪人就不说了。今儿个呀，朕跟各位爱卿好好议议这空字。皇上，老臣以为除了御膳和十大臣拒案后，又陆续将涉案的犯官揪出了一大批，皇上身边的可用之臣已是空了不少，这个空字正是应了此意。皇上身边的大臣可用之臣似乎是空了，可是刘统勋一回来就可以以一当十，填补这个空缺了。对，空缺一补那就十了。你们说的都没有错，刘爱卿回来了的确是填补了这个空，可是昨天呢延卿跟朕见过了，他跟朕说他也给朕说一个空字，这个空呢不是一个字，而是一出戏，这出戏的名字就叫做空城计。延卿啊，臣在，你跟各位爱卿说说这个空城计吧。谁那儿有算盘？我想借来一用。这浑浊之事啊，何不一丝两道由头来过？想我多小，也曾以流阙堂主之名经济之贵，那些个枉为公卿们的嘴脸呢、啊，犹如这些往日名书一去不回，虚情善变。唉，我何故卷这六阙虚名，而不以祖宗之号父母孝衣，搏杀他个人间公道，纵一去不归，便一去不归。梁大人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入库的运粮马车一车能装多少粮食啊？粮食入仓每袋一担，一辆马车能装粮20担。一辆车装20担粮，那2500担应该装多少车？一共需要125辆马车来装。听清楚了吧？就是说要把2500担粮食从仓牢里抬出来，让验粮官验粮，得装125回车，对吧，梁大人？他怎么当真像是上了沙场？问题是，皇上不是说这2500担粮没有装在125辆车上，天吗？而是装在了5辆马车上，就验了。而且整个验粮的过程中，既没有装车，也没有卸车，就在验粮官的眼皮子底下，把这2500担粮食验完了。你们大家信吗？这100担粮食怎么能变成2500担粮食呢？如果我说能变，那有些大臣一定会笑话我。如果我说这100担粮食变不成2500担，那就只有一个人来笑话我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啊，他就是铁公男
铁大人。我之所以还能笑，是因为我想起了乾隆元年那会儿发生的一件事。我记得那天你还是站在这个大殿上，搬进来了一座粮仓，给我们文武大臣演了一出河南的空仓记。当时的情景想必在座的文武大臣都历历在目吧。刘大人，你素贪朕纲，本官钦佩，在下钦佩呀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时常提醒户部的那些官员们，粮仓就是生死场，谁要是不想活了，谁就上粮仓那儿造家去。就连各省州县的粮道官员也都噤若寒蝉，将这块生死牌牢牢地系在脖子上，从不敢怠慢。就连御膳这个贪得无厌的大蛀虫，他也只敢染指在躺银、田产，而不是粮仓。刘大人，我说的这些话，你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哎呦，明白，我太明白了。这么说，铁大人是不会笑话我那100担粮食变不成2500担了。废话，在这大殿之上，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？哎呦呦，铁大人别这么说，这玩笑当着圣上的面我可不敢开啊。可这杀戒我敢开。如果这100担粮食变不出2500担粮食，那就是某些人的万幸。如果这100担粮食变成了2500担粮食，那就是某些人的万劫，罪责难逃。刘统勋，你刚一回朝堂就吃上我了吗？刘铁大人，铁大人，不是吃，是吐。你我都得吐，而且以吐为快。当然，你铁大人不会让手下的人如何变戏法，更没有想到朱城官仓里的粮食在别人的手里是如何玩的滴溜溜的转。铁大人，要不是你的失误，就不会发生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。我听明白了，你说的是山东诸城的2500担供粮。哎呦，你们听到了吧？听到了吧？哎呀，铁大人，哎呀，铁大人啊，你还是想起来了，想起来就好，想起来了就好，那就正好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，说说那2500担粮食为何没有运到京城来。好，回皇上，京通二地仓熬年久失修。这两年正在积极修缮，若是将各省的供粮全部运到，只能搁在露天。微臣是怕这些好粮食糟蹋掉了，特意拜托山东巡抚撒哈亮借他的官仓一储。微臣是想，等来年京通二地仓熬修缮已好，一并借到。我都说完了，信不信由你。信信。诸位，铁大人句句说的都是实话，可是你为何不派官员到诸城查看一下？哪怕派一名司官去看一下，都不会发生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。铁大人，你可知道借仓二字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惊天交易吗？你可知道有人借你的手在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吗？你可知道那2500担粮食如今在何处飘荡吗？还话，我铁公能活到这个岁数，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血口喷人。不要着急，血口喷人不可怕，怕的是这张血口不知道长在谁的脑袋上。不要着急，静静的听我往下说。撒哈亮，我刘统勋从山东诸城连夜赶回京城，
就想问你，诸城官仓2500担粮食，你运往何处了？大人说的可是山东诸城官仓的事儿？对，仅此一件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也没什么，一件小事，我也没有什么必要隐瞒的。把戏人人都会变，关键是变得高明不高明。那么，诸城官仓里的粮食，按说应该在去年秋收之后，通过漕运的船队运到京通二地的仓牢。可是铁大人竟然下了一道口谕，说是京通二地的仓牢需要休憩，于是就吩咐山东巡抚撒哈亮，告诉他要把这2500担粮食放进诸城的官仓里边。那么后来呢？这2500担粮食就堂而皇之的成了户部的账面支数。诸城的官仓里是一粒粮食都没有进去啊，铁大人。皇上，微臣只不过是借仓储粮，从未有造假之念呐，请皇上明鉴。库云，你先别激动嘛，站起来，等延青把话讲完。铁大人，金殿验鸟之后，皇上派户部司官赴全国各省检查粮仓，山东诸城的官仓也在验收之列。这个时候，山东亲吏四郎中纪恒业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在粮仓的正门口搭起了一座验粮台，于是朝廷的验粮官就坐在这个验粮台上。纪恒业还找来了5辆马车，分别装了20担粮食。于是，这5辆马车从正门进去，从后门出来，绕上了圈子。这样，这100担粮食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2500担。啊！说的可都是真的？铁大人，圣上在此，朝堂之上我从未说过假话。胡扯！此次山东的验粮官是户部的主事侯祖本，难道他的眼睛瞎了？好，带证人。罪臣叩见皇上。户部主事侯祖本奉命前往山东诸城验仓，山东清吏司郎中纪恒业为瞒天过海行贿于我，下官为避免打草惊蛇，假意收下贿银与他蓄意为宜。验仓当日，下官当场勘出破绽，立刻回京，连家都未回，即刻赶往督察院揭露诸城造假之眼见。这包银锭就是纪恒业的行贿之物，铁证如山的皇上。带下去。现在，再回到那五车粮食上来。为了在验粮的时候能顺利交代过去，其实那五车粮袋只有一袋装有稻谷，而其他装的都是假的。至于装的是什么东西，我再叫来一个人，让他告诉大家。
皇上，带纪恒业上来。罪臣纪恒业叩见皇上。你个狗东西，把头抬起来，看看我是谁。你是铁大人？你还认识那个铁字吗？人的。你不认识铁大人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作为户部的司官，不能侵吞一粒粮食，这是铁律。你要认识这个铁字，你今天就不会戴上铁链。那2500担贡粮究竟被谁侵贪了？2500担粮食，从来就没有进过仓。好，诸位安静，让纪恒业接着往下说。我说，粮食从来就没有进过仓。各位大臣或许会想，我这是在撒谎。偌大的一个官仓，怎么可能没有粮食？没有粮食的仓鳌，难道还算是粮仓吗？我要告诉各位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山东已经整整5年没有粮食了，每年都在寅吃卯粮。每年都是挖了东墙补西墙，连每年借往京城的漕粮都是从两广、江浙甚至台湾购买的。安静，请纪恒业把话讲完。讲。山东之所以缺粮，之所以外粮在逃，只源于一个字，那就是田。也就是说，山东的粮田早已名不副实，早已是个虚数，早已养活不了万千黎民，早已供不起百万漕粮啊！正因如此，不光山东诸城的官仓是空的，全省州县十有6、7的官仓也都是空的。诸位大臣，纪恒业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。刘同勋刚刚从山东回来，我可以证明。你们要问山东的良田为什么不产粮，问得好啊。好，抬上来。这是我在山东临新老乡家的粮仓里取来的东西，你们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这种不是粮食啊，这就是不是粮食。山东的良田之所以不产粮，是因为全都种上了黄叶呀。纪恒业，把你带来的粮袋也打开，让各位臣工瞧瞧。罪臣遵旨。
罪臣季恒业，刚才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。我背起来的这口粮袋，是我绕圈子中的五车粮袋里的一袋。大家先别忙着看，让我说完这最后一句话，好吗？这句话只有四个字：谎言误国。这是我季恒业留给大清国的遗言。谁来把季恒业拿来的粮袋给朕打开来瞧瞧？你们谁来？铁公男，你给朕打开看看。皇上，当今朝野无不忌惮真言，大都在粉饰太平。臣工们奏闻给圣上的折子，无外乎盛世景象，一片歌舞升平。殊不知，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个弥天谎言。接连发生的惊天巨案，就是证明。究其原因之一，是有些人把皇上的宽仁当成了宽免，把仁政当成了虚政，把体恤当成了朕恤，把信任当成了放任，继而把国家当成了私家，把天下当成了私下。如此下去，大清国岌岌可危呀，皇上。朕御极十年来，还是头一次听如此猛言。刘统勋，你骂完了吗？究其原因之二，是皇上身边的有些大臣，是大清律立为无物，认为天下乃是为官者的天下，殊不知天下乃万民之天下，乃法度之天下。心中无法，便目中无国；目中无国，便心里无君；心里无君，便目中无民；无国无君无民，便祸国殃民。这三宗惊天大案，在告诫身边的这些忠君之臣，如不严厉的整治吏治之松散，弘扬法度之威严，大清国离亡国之日不远了，皇上。
刘同勋，你这回骂完了吧？啊！皇上，刘同勋我代官赴任，早就不惧一死了。若是微臣所言有违圣意，请皇上严惩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本朝家法，自先祖先考以来，一切听言大计，从无旁落。朕效法先祖，独揽大权。可是这些年来，的确是收效甚微呀。朕只有两只眼睛，也只有两条臂膀。就算这两只眼睛能够纵贯春秋，可是这两条臂膀也难打天下。刘统勋，朕可以告诉你，朕绝不会做这亡国之君。今儿个守着各位大臣，朕要告诉你们一句话：你敢放言，朕就敢放权。圣上敢放权，微臣就敢放马。马不停蹄，不胜不归。刘元清，臣在。朕问你，能否帮朕查查这大清朝粮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朕给你这个重担，你能肩负得起吗？臣甘愿为皇上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好，宣旨。这刘统勋接旨，臣在。着刘统勋为户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，替朕刻慎办差，钦此。臣刘统勋领旨谢恩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各位议政大臣，你们没有什么异议吧？皇上圣明。张廷玉，臣在。着令军机处会同吏部，将朕方才的旨意下到六部三院及各省督府。遵命。哎呦，这铁血的刘统勋刚到户部就罢了户部的宴，你这听谁说的？长春宫的公公说，六部廊房的司官全都传遍了。对了，还说铁公男没有喝上酒，向厨子要了一碗醋，全部喝下了。醋啊！这个铁公男，这帮大臣真的这么说呀？啊，嗨，这些大臣们对铁公男那是幸灾乐祸。铁公男是什么人，朕还不了解啊，不至于这么没出息。所以啊，这朝廷上的传闻，朕从来都不信。铁公男在户部摆下接风宴，臣妾以为，无非是想借此考一考刘统勋。其实朕呢，也不会怪他的。在这朝廷之上，刘统勋和铁公男就这么吵起来了，守着那么多大臣，心有芥蒂也是在所难免。
只要他们不互相算计就好。其实朕呢，一直想告诉这些臣子们，朕也算是个明君。朕缺的不是官位，缺的是好的官员。倘若他们真的有才能、有才华，朕愿意把这个位子交给他。皇上如此胸襟，做大臣的要是都能够明白，那就真是太好了。小贤啊，其实你最懂朕。朕让这刘统勋当户部尚书，不过是个权宜之计。等他把这户部整顿好了，朕对他另有重任。况且他铁公男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这把椅子是留给谁的，他心里面应该清楚。如果他连这个道理也不懂的话，就太让朕失望了。小肚子，老爷，给老爷把这点眉毛也给刮了。哎，老爷，我可不敢刮您的长寿眉。我脸都不要了，还要这眉毛干什么？刮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铁大人呐，可使不得呀，眉毛可不能刮呀！啊，苦云啊，这长寿眉可不能刮呀。哎，你别动。嗯，你别动啊。哦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把这长寿眉刮了，把那驴的毛剪下来粘在眉毛上，它就更长了，是不是？那不就成了驴了吗？铁大人，你才成了驴呢。息怒，息怒。刘同学，你这铁靴子往哪儿踹不行啊，非要往人家裤裆里踹，你这脚下去那不是断子绝孙吗？哎，听我说，不但咱们这些做大臣的不能断子绝孙，大清朝的老百姓都不能断子绝孙了啊。瞅瞅你，我们俩就要在一个衙门里吃粮了。咱们呢，把那该撂下的都撂下来，把这脸呢，一会儿咱俩好好刮刮，清清爽爽的一起好好共事，不成吗？哼，刮什么刮？我告诉你，我把眉毛刮了，照样是张人脸。小肚子，刮！哎，不能刮。古人怎么说？其义在齿，其气在须，其中在眉。你说说，你把这眉毛刮了，你说你。哎，那不就成了他了吗？啊！刘统勋呐，你说你在朝堂上这么一折腾，我铁公男在皇上眼里还是个忠臣吗？啊！我铁公男在你刘统勋眼里那更不是忠臣了。是不是忠臣，你我说了不算，得老百姓说了算，得留给那些写清史的人，让他们去说吧。苦云，你要不是忠臣，我今天能来造访你吗？哼，眉毛是我自个儿的，刮不刮的关你什么事啊？刮，好，刮，刮，你就刮吧。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变成他。我就请问您是莫先生吧？啊，我是。我想跟您打听个人。打听个人？打听谁呀？淮安县有一位书吏叫柴福生。
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衙门当差。你打听柴叔里啊？嗯。哎呀，他的眼睛看不见了，已经好多年了。现在啊，在县衙管库房呢。啊，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。有事吗？柴淑丽，您还记得十年前有位叫周福天的人吗？您记起来了？听说他在宁古塔终身为奴了。哎，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女儿。哦，好。唐大人，听说你要回浙江，延青特意赶来送你。哎呀，刘大人，你看看你腿脚不便，还赶来相送，您这可真是折煞唐某了。对了，昨夜您来官邸与各位封疆大臣相见，说了那么多掏心窝子的话，大家伙兴奋的是一夜都没睡呀。一直议到天明啊！哎，大家伙都表示要跟着刘大人好好替朝廷来一场正本清源呐。有诸位大臣鼎力相助，延青此次回朝就没有白回来。刘大人特意来相送，想必定是有什么要紧的话交代唐某吧。我父亲来淮安查开垦的荒田，在这里住了2个月零4天。他对每一块开垦的荒田都做了丈量，并记录下来。他记录的数字是314亩6分，可是县衙报到朝廷的舆论册上记录的是3290亩8分。我到这儿来，就是想看看当年的那本舆论册，我想知道，那3000多亩垦田到底在哪里。这些技术你记得如此清楚，是不是你爹跟你说的呀？我父亲把当年的那些都记录在册了，虽然他把那本册子烧了，可是都还记在我的心里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山东良田种烟草之事，昨天你在大殿上都听到了。山东原来是一个产粮大省，现如今竟成了一个全国的缺粮大省，民何以堪，国何以堪？所以我是担心浙江境内的良田移作了他用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浙江偌大的一个天然粮仓可就毁了。多谢刘大人，唐某知道分量。哦，对了，你猜这回我在山东遇上谁了？碰到谁了？哟，碰到了你的小丫头小放生。哎呦，真没有想到我那个野丫头竟然跑到山东去玩耍。哎呦，她这次跟古山在一起对诸城的空桑案可是立了大功啊，了得。好了，唐大人，不多说了，请上车吧。哎，刘大人您也多保重。哎，唐某告辞了啊，您请啊。招呼好唐大人，路上保重啊！刘大人，请回吧。啊！给，姑娘，这就是新增垦荒良田的舆论册正本，还有两本呢，一本送给了省署，一本送给了户部。这上边呢，新增良田的技术多少，田主是谁，上边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你想把这两本对照一下，好实地去复查，看看这到底作假的是谁。我要想为我父亲洗脱冤情，就必须拿出实证来。好，你看吧。可是这么厚的一本舆论册，你能记得住吗？
试试吧。好。淮安献奉旨，开荒造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范陈州伏天，身为大清律吏转修官，却妄言各省垦荒之田多有造假，恶意构陷朝廷垦荒之德，犯下欺君之罪，特发往宁古塔终身为奴。 钦此。苍天哪，你就睁开眼看看吧！大清啊，不能再这样自欺欺人了呀！父亲，我跟你一起去宁古塔。山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山子，父亲，我跟你一起去。